跟踪，看也把跟踪的动作啊，从这个手绘琵琶开启，来收左手，好，收右手，右手圆控的不动，圆控的不动啊，然后呢，转腰，收左腿下沉，啊，勾腿靠中。也把动作 ，OK， 所以是几个动作来看，从这边开始一个动作，啊，两个动作，三个动作，四个动作，五个动作，六个动作，啊，啊，那么在接的时候是这样子啊，先松右手沉，沉左手臂展，啊，转脚。出左脚跟，你们看到我的脚，出左脚跟，好，松右脚，右手折下来，啊，出右脚，好，这个时候就回到左边刚刚松下来的姿势，来，转上，转的时候右手腿控制不动，松气下沉，抛出，起，好，分手，好，别把分手 ，OK。那野马分鬃的用法，以前有跟你们讲过，就是说静静的看，啊，都看清楚，中间呢，会不会有那个什么？那个你们会看清楚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啊，那个用法。练习攀枝 ，OK。当你被攀枝走攀住的时候，这只手一松下去，这是第一个松法 ，OK。当你有没有？所以第一个松，转松下来，转 ，OK。来，但是呢，来做攀，再做一次做攀枝手。当你感觉这个松的意思就是，当你感觉这个手已经被攀住了，怎么样？松放做，就下来了。OK， 啊，或者是已经做，其实你做错一件东西，你们但凡你们做攀枝手这一手啊，尽量留指感觉摸一下，再试一次，对对对对对。就是有没有？我一定会补一个，不是单纯只做一个，做一次给我看，不会做，尽量不会。啊，意思就是一个盘紧一个打，盘紧过来就打。OK， 来，慢慢来，一二，再来一次，快一点，好好。攀心理，你心的要定，你才不会做错。一 ，OK。来，那我会把这只手让开给你做，做，做，没关系，做。对，你觉得力量开了就做好。然后这只手拉要有拉的感觉。今天我要做一个攀琴手的教学，跟一个反式的示范。好的，好，这样的时候不要做，因为我的手在动中线哈，这个时候有点开，有没有？我会这样，有没有一个漏洞？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漏洞？好，就顺着这个漏洞攀，先攀紧进来，很好，攀进来，借着这个漏洞就攀过去，那就好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怎么样？你的敌人是不是有个漏洞？你要借着。好 ，OK， 你要借着他翻那个漏洞的时候，有一个漏洞，穿一只手上去，攀几下，了解吗？各位了解吗 ？OK， 来试试看。好，我做一个漏洞给你们。我现在是。好，做了以后，你再上这个，这样还有不是上步，你
你不要搞错了，我是把你拿过来，然后去打，一只手捂在这边。好，我做工。对不起，我说要做给你的，结果不行。来，走。很好，好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来，走。我已经漏十个字了 ，OK， 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你一旦被压的时候，你攀起手，这只手它已经戳进来了，你就顺着这只手上去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动作是就是你们刚刚这个连控会手打拳架的时候是连手不动，脸动来练这个体感，用的时候是手动。回到自己的阵线，然后这只手同样的是收下来 ，OK， 懂我的意思吗？也就是这个是做一个合劲，来，你就放轻松，来把这个动作做出来，我做，来 ，OK， 好，连马高高的自己，就这样就可以做 ，OK。这个是一个合劲的动作，合过来，扭伸出去 ，OK。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个啊，这个，但是呢，还有另外一种做法是，那个，雨静呢，你是个，你哪一手比较在啊？这个就右手啊，右手啊。来，假设他突然之间打一拳过来。OK， 这个也是我们使用这个突然之间的攻击的时候，一 ，OK， 二下去 ，OK， 然后三可以是这个野马分鬃的猎手在闪电也是一个打击的作用 ，OK， 所以刚刚这个是借势的野马借的力量的一个反制的野马分鬃。那这个一个是闪击的铁马分鬃，它可以分两栋把这个进刀过出来啊。啊，这个是讲铁马分鬃。那今天有一个一起脚啊，跟这个退步的这个手挥提法啊，到这个叫虎舞式，做虎舞式。哎呀，这个啊。啊，从这个野生锤开启，好，高探马，好，出左脚，弓出，分手，提升，好，注意的，一起脚，我自己在解说，现在另外一个动作是。现在另外一个动作是这个虎舞式，来，从撇身腿开始，高上马，出左脚，啊，身体弓靠出，分手，啊，低身，好，一起脚，啊，到这个时候，这个蹲蹬脚可以闪裂一点下去，啊，好，松退步，手会抵他，退步。好，开左脚，好，转身开左脚，后右脚，转身，这个虎舞式。那这个虎舞式呢，就是，这个虎舞式比较单纯一点，它是一个，注意啊，不是这样子啊，你们看这个动作是什么？这个动作是练一个轻摔的腰力，练一个轻摔的腰力，也就是说。擒摔抱住我的时候，我分这个手，这个、现在他现在假设他要摔我，你想办法，你就甩，你们都不会摔几次，没关系，啊，当你被抱，那没关系，当你过来冲抱的时候 ，OK， 就顺着这个力退。这个几个步法是一
个冷风寒没关系，你就突然进来通报，进来什么 ？OK，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运作？就是雨风冲进来，说一、二，再退一个都没关系，最后后这只脚下来。把它甩开，好，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冲撞进来，撞进来，对，你就想办法把我，你就没关系，你就想办法要把我撞倒就动了，那是动，没有，你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，对，就撞进来就可以了，对，不是撞。来，协同对，来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做一个动作，我教你啊，对，类似这样，对，我先做 ，OK， 有没有看到？就像八楼一样，你要撞到一个人，对，当你撞到八楼，八楼，好，因为这个，来，你撞这个，你第一个冲报情报我，情报，小心 ，OK， 情报我这个是把它甩开，现在我要跟你解释上手这两个用法，就是在。通常为什么不会这样子情报？是因为在刚刚讲的那种武术，通常他会先，我先教你们怎么做。他们会这样子，他们会听，OK， 好，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会被抓？是，也就是当他出手的时候，他会先出，那啊，那、啊、他先出，也要让你有所以很多东西一定会变成他冲撞进来，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而不是刚刚这个样子。哦，因为你会先被忽略。你要架，所以你撞进来，你看，哎，一样借他的力量。你刚刚是左右闪，当你撞进来的时候，扑着对方。还有，你为什么这一次你甩为什么甩得很漂亮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力。太极拳有一个问题，不是一个问题，有个特色。对方越有力，刚刚那个就不再甩他，你轻轻的抱住，一直推，轻轻的推我。我不太甩得动他，硬甩，真的要吃饭也是可以。就是对方会的力道越强，你的身体越好的越强，我们借的力量就越大。好，我们借的这个钱。啊，对，怎么来呢？啊，当我们那语句撞进来，一二，我已经刚刚有没有一个手会平衡这个动作，准备做的这个动作 ，OK， 就黏住，主要是这个动作，主要的这只手跟这个腰身黏住这边，好，再把它带走就行了 ，OK。所以这个是用整个腰身去帮忙带，蒙古和这个虎骨是 OK 啊两个。那么，但是这个平常呢要找一个人常常陪你练，因为实际状况的时候你还是会怕，而且如果你在冲撞进来的时候你不长，你冲撞进来。
你不常的话，你不常这样子做的话，而且你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在什么时候开始接他？你撞进来看看。第一，你不能是这样子，你撞，你撞进来，撞，这样子就不能借到力。你的中轴啊，就是当你的承轴，当你的重心是撞起来以后，这样子就很难再借到力。刚刚我讲的条件，你要做这个的条件有没有？所以你撞这样就一定会有一退一后，这个下来上半身胯一定要松下来，松下来有没有用力在哪里？因为第一个撞击所有人都一样，什么没有什么武功高手专的掌声，没有，实在是他冲撞进来的第一个瞬间一定是这个样子，自己人的，然后。那么我们这个姿势就是借由什么？平衡。你看我的身侧，你们侧面看我的身体，仰身，仰身，仰身，仰的，然后沉，做这个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撞进来的时候，一个、两个慢慢沉过来。把它带开，那同时间呢，这只手从手挥琵琶，从手挥琵琶到这个姿势，每一个手都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呢？尽量去按住对方手里的那个力，因为它会变，你的敌人是会变的，他也不是笨蛋，就只会这样子抽，所以你尽量就不要让他怎么样，因为你只有接的这个力，你能够在手。你不能再让它变，再变，它再变的话就不如推开，就可以，也是好处啦，就推开再重来。好，那就接着它。